好，我们今天就是要实作，怎么样在看完一篇文章之后把那个心智图做出来。那等一下我会讲一些很重要的步骤跟技巧。好，你之前上课不专心怎么样没有关系，今天这一个小时请你特别的注意，特别的专心一点，因为今天这个技巧是很重要的，会让你受用一辈子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刚各位看了书之看了这一篇文章之后，这个是你们自然课本上面的科学阅读哈。那我们通常呢，你要做心智图呢，你要先对你的文章哈，要先稍微读过，然后稍微有了解。那刚刚你们看这篇文章的过程中，内容有没有什么不懂的？啊，如果不懂的话，通常要再看个一两遍，或者是问懂的人哈，不然就是再去 Google 一下相关的知识。啊，当你看得懂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把文章画重点，然后找出关键字。找出关键字之后呢，才有办法做心智图哈。好，所以我们看这篇文章来看一下哈，这一篇的主题是什么？台湾的电力来源，对不对？它大标题很明显哈，所以这一篇的主要的主题就是台湾的电力来源，所以我们通常会把那个大的主题用红笔就把它框起来，好，就是这一课的主要的主题。然后呢，这一篇里面有哪些是重点？哎，对，好，所以再把它圈起来哈，这个就是。尤其是他画那个粗体的那个字，通常就是这一课的大重点。好，所以你刚刚看完这一篇的整个结构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前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台湾的电力来源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呢，他针对三种发电的方式有做了一些讲解说明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会示范前面两段，后面两段给你做。好，还要注意听哦，开始了哦。请问一下，这一段里面，第一段里面有哪些是重要的句子？这一段哪些是重要的句子？这一段里面哪些是重要的？好，第一个重点，电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，对不对？第二个重点在哪里？电是以火力发电为主。目前的发电方式以火力为主，然后呢，再来第三个重点在哪里？其次是核能发电跟水力发电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第一段里面有三个重点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一个重点来。电是生活不可或缺的这一句话，如果你要用最简短的字表示它，可以说成什么？不要画吗？等一下。什么东西是生活不可缺的？电，好，电可不可以缺？不可缺，电不可缺，对不对？所以电不可缺是这一整段的重点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哦，老师刚刚叫你把重要的句子先画线，画完线之后，把这一句里面最重要的几个字把它圈起来，电不可缺，这就表示这一段的整个意思，所以电不可缺就是这一段的关键字，这样了解吗？了解哈。好，那你看第二个重点，目前的发电方式是以火力发电为主，请问重点是哪里？啊？火力为主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一课讲的就是发电嘛，所以发电可以不用再讲了，对不对？
好，火力为主啊，所以这一句的关键字就是火力为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第三句呢？第三句最重要的是，对不对？是是谁？是是谁？是就是第二名以后嘛。来，第二名以后是谁？是不是核能跟水力？对不对？好，你不注意看老师刚刚讲的顺序哦。刚刚我们先阅读，对不对？读完了大概有个了解之后，我把重要的地方划线，然后再精简出关键字。所以当我看到电不可缺这四个字，我就知道哦，它讲的就是电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。那我看到火力为主，就知道说台湾的发电最主要是用火力，然后是核能跟水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我已经把重点都找出来了、哦、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把它放在心智图。好，所以这一课的主题是什么？电力来源，对不对？没问题嘛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第一段是讲电很重要，对不对？电不可缺。啊，第一段讲的是电不可缺嘛，然后最主要的是什么？主要是不是火力？火力，那火力最重要，所以我给它编号一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给它有一个一号，因为它是有顺序的。然后二跟三是核能跟水力，所以二核能，三水力。好，这四个点就是第一段的最重要的重点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哦，这样四个点哦，简单的十个字就可以表示一整段的意思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三个重点嘛哈、哦，火力第一名，核能第二名，水力第三名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段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段哦。好，第二段重点是火力发电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主要是以燃烧煤炭、石油和天然气等发电，所以这一句话讲的是它的原料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原料？好，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，这是原料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好、哦、这一句话啊、哦，讲的是原料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呢，在这边就火力发电。哦，火力发电，然后讲的是它的原料，所以我后面加个原料。哦，然后有三个，煤炭，然后再来是什么？石油。然后再来是天然气。好，你看哦，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，这个有没有优先顺序？没有。没有，所以我要不要加一二三？不要。不用加一二三哦。好，再来，他讲到优点。啊，优点是什么？取得容易，然后电力稳定两件事，对不对？还有不受季节影响。好，这三件字要怎么精简？易取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电稳定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不受季节影响，怎么说？不季节就是不受季节影响嘛，对不对哈？你就说到你能看得懂为止就可以了哈。那如果你看不懂，那你就写不受季节影响也没关系，好，六个字也没关系的哈。好，所以我们再来呢，是增加一个它的优点啊，火力发电下面增加一个优点。
好，然后优点里面呢，第一个是易取得哈，燃料易取得，然后呢，电力稳定。然后第三个是不受季节影响，对不对？没问题嘛。啊，所以这是第二个重点，这一个段落的第二个重点。然后再来，他有没有讲到缺点？他有讲到缺点哦。它因为燃烧之后会产生二氧化碳，对不对？这是重点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其他气体会造成空气污染，还有地球暖化。好，所以我们把关键字圈出来之后，继续把它补上去。好，缺点。好，缺点有哪几个？产生二氧化碳，对不对？还有空气污染，对不对？还有地球暖化，对不对？老师，可不可以不要圈？我们已经圈上多了。好。所以呢，我再重复一次哈，当你在看书的时候，我们第一遍呢会先大概看过一遍，知道整课在讲什么。再来我就要拿着笔来看书，然后一边把重要的句子画底线。然后画完底线之后，再把它关键字找出来，来代表那一整句话的意思。那这个圈起来的地方就是关键字。好，那如果说像这里，你还知道优点有三个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在这边标一，在这边标二，标了，这边标三。老师有人说你很快，老师你讲话吗？一二三。就是它有分项的部分或者有顺序的部分，你可以直接在上面标一二三。那这样子有关键字之后，就可以把它做成心智图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没有问题。剩下的，等一下第一段、第二段，你可以按照老师的方法，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。然后呢，第三段、第四段你要自己做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你等一下一边做，有问题举手，老师会过去协助哈。